我怕朋友一会儿又去花钱，他每次都来我们来贵的地方，不好意思让他花钱老实的。然后我先来结个账。他有一星期都没吃到泡菜了，他说妈太好吃了。我婆婆说你下次再去韩国，这次不是请我们吃这么多好吃的吗？等着他请你们吃更多好吃的。哇，太热了，姐妹们，今天朋友又来接我们，要带我们去体验这边的茶餐厅。他说你这么热的天又不能去广东了，然后直接在这边吃点什么的好了，因为白天确实不能出去旅游玩啊什么的，就是等了半黑天的时候出去。然后中午的话他今天不太忙，过来接我们。我说不用来接了，他非要过来，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又来接我，接我们好舒服，就是麻烦他。对呀、啊、辛苦。我们到了，我的妈呀，这简直这是大宫殿呢，比我们来这么大的地方呀。哦，그러니까너무많이사줬거든응婆婆婆婆说朋友每次来都是请我去很多好吃的地方，然后这次的话不让朋友请客了，妈妈要请了。婆婆说这包装的太好看了，她俩以为是金子呢，这俩没见过世面的啊，不是金子，是盒，就是盒。这天能不能行？你俩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行不行？走。我怕朋友一会儿又去花钱，他每次都来我们来贵的地方，不好意思让他花钱老实的。然后我先来结个账，他点完了吗？点好了是吧？那我结一下。这小茶杯也太精致了，太漂亮了。这是花生，没事。朋友说这是好事发生，对，好像是放那筷子的是吧？放筷子。婆婆说赶上糖了，要吃的。这是泡菜海螺，我妈 kimchi 瓦斯。妈妈已经好久没吃到 kimchi 了，你知道吗？没吃到泡菜了，快赶紧给妈妈放跟前，快，妈 kimchi 만드세요。他有一星期都没吃到泡菜了，他说妈太好吃了。婆婆说韩国拿三个泡菜就能吃饭了，在中国肯定没有三个泡菜就吃饭的，太多了点的。要感谢谁？感谢谁？谢谢。哇，太好看了。妈妈说她已经吃饱了。他们家这个做的可好吃了，叫什么？哎呀妈呀！连那个服务员都笑了。我婆婆说你下次再去韩国，这次不是请我们吃这么多好吃的吗？下次再去韩国，等着他请你们吃更多好吃的。要先谢谢我。哎呀，没有，要先谢谢你，要先谢谢你。婆婆说哎呀，你长你的那个面相也好，以后肯定是发大财的，然后事业会越来越好的。哎呀妈呀，婆婆都成看面相的了。不行了，这婆婆打吃半顿饭，然后给朋友打电话了，要带着朋友来中国下次。这还剩了好多，然后正好阿姨没吃饭，把这种没动的那个都没动，这个甜品也没动，这青菜我们都走了才上来，简直了，绝绝子了。然后我给打回去吧，要不这么多白瞎了，上次在那个都没打包，感觉好可惜。你周三你还要请我，不好意思啊。我先说一下啊，就是那个折叠160块钱已经减掉了。然后你周三蒋总还请了吗？你今天请什么？你就带我来吃好吃就可以了。期待一下，周三蒋总要带我们去坐船吃饭。期待哟。期待哟。期待哟。姐妹们，吃的非常好，这一顿怎么样？你们觉得？婆婆已经上车了，太热了外边。너무잘먹어서배고픈것같아요。婆婆已经吃饱了。喘完气了吃的。哦吼，大一点。Let's go。哦。来，阿飞呀！
快吃了你。终于看到他们的心爱的了。这车，哎呀。OK， 不发。应该怎么弄的？好看啊。